哇，等一下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欢迎回到频道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发现，怎么我一进来回到一开始这个地方了？它不会存档哦，我还以为说它会帮我存档哎，所以我要重新走一次。我的天呐！好，所以我要重新走一次。我天呐！啊，为什么突然之间看到我的手？吓死人了！可以不要随便给我看我的手吗？真可怕呀！有一个画像。啊，要重新走一次了。我还以为说，我可能进来时就在上次的那个安全的通风管里了，结果没有想到。竟然要再走一次，那幸好我知道说这段路应该是不会遇到什么东西，应该哇，算一算是蛮可怕的。好，我们过去哦，通过去这个，然后进到房间里。我们顺便都再看一次好了。哇，电池哎，上次没有看到。好，电池现在有3颗。然后等一下，前面那间将门就要那个了，对不对？门就要自己关起来了。这地方文件我拿过了，好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一次厕所它没有自己关起来哎，对吧？厕所没有自己关起来，所以代表我应该要进厕所看一下了吗？啊，天哪！镜子看不到东西。天啊，厕所里有什么东西等着我？太可怕了！等一下，厕所门刚关了呀，我要不要进去看一下？是我觉得，好吧，那我就慢慢的关门。可以关门吗，同学？我按了，啊，又要关的这么澎湃，不能慢慢关门吗？应该是可以的，因为可以慢慢开门，代表说我应该可以慢慢关门啊！天哪，再看一只可乐跟肠子，然后我们爬到我们的风管里，啊，我真觉得在这个风管里。感觉比较安全呢，在外面我反正就不安全，对吧？不，又是你了，是的，又是我。昨天发生同样的事情，啊，天哪，我不想往前，因为至少目前这段路啊，我都知道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嘛。可是我等一下往前就，就是，哦，天哪！让我看一下哦，奇怪，那个厕所，对啊，刚出来的人是谁啊？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往前了。好，那我往前了。最后看一次我这个温暖的风管，真觉得啊，在那个风管感觉底下有人呢、啊。这边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有人呢、啊。谁呀、啊？啊！这一跳就回不了头了，有两个绳子之类的吗？哦，记者真的好高哦，比门还要高哎。这边 chapel 有教堂，还有一些休闲的广场跟图书馆，还有大厅，感觉蛮完善的。哇，椅子上面有人呢、啊。
还有人活着吗？这地方到底……啊，还有图书馆呢？那我们进去图书馆。啊！刚那个，刚看到什么东西？我的天啊！幸好这游戏有暂停。刚那个到底什么东西？是这个吗？是你吗？还是活的？我刚没有看清楚，原来活的吗？还是怎样？还是他？你不要吓人！为什么？我被自己手吓到了！天哪！你怎么了？底下这人看起来像是正常人呢，他穿的是外面人的衣服啊。对啊，真的超奇怪的。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有东西悬到天花板呢？这图书馆太诡异了吧？怎么个尸体？到底怎么搞的？没有头啊，顶下没有头啊。我一直觉得背后的东西。天哪，真的是夜视模式超级耗电的。啊，关掉一下。好，继续前进。怎么这么多人倒吊啊？而且每个人都没有头，头都在那里。天哪，我一定要走过去吗？好，那么往前咯，我们看一下。哇，天哪，这也太多尸体了吧。你活着吗？他杀了我们，他们走了。你不能打他们的，你只能躲起来。虽然是好人咯，你可以去中控室解锁大门口，解锁大门的一个锁。你怎么了？我可以帮你吗？必须要离开这个糟糕的地方啊！好，我知道，谢谢。所以他是军人之类的吗？全副武装啊！天哪！怎么有头啊？啊，这长得有点像某明星，他的什么场子？长得有点像 Ken， 芭比娃娃那个。天哪，我们还是不要细看好了。东西，电扇。我觉得有点暗呢。厕所。哦，怎么了？刚发生事情了？需要吗？开门。里面有东西，哇，有电池，幸好有一只手在马桶里。天哪，这里人都不冲水了。好，我们能不要开夜视模式就不要开哦，节省。哇，我每次被自己手吓到，我的天哪。好，这个中央地区感觉还蛮和平的，应该吧。205什么地方？这里，这个是这地方的照片啊。
对啊，这个是进来的时候那个地方。这个画像上面画的是谁啊？这个是牧师吗？这个呢，医师吗？好吧，我们继续往前了。Little fish. 等一下。谁是怎样？发生事情了！天哪！And who are you then? 你是谁？你是刚画到上面那位吗？你长得不太像啊。I 标准的照片。Merciful God, you have sent me. 谁是你信徒吗 ？Guard your life, son. You have a calling. 哇。天哪！一岁他没有对我们怎样哎，他说：“哦，慈悲的上帝啊，对啊，你给我送来了一个信徒，然后跟我说你是谁呢？我才想知道他是谁呢。”然后他说：“看好你的性命啊，你受到呼唤了，受到召唤了。”你没有头啊？为什么这些人每个人都没有头？每个人被砍头了。这里，宣扬教法。其实这些被砍头的人看起来都还蛮像这个员工啊。这些员工到底都怎么了？为什么这员工每个人被砍头了？然后刚刚那个神父把我们抓起来，然后他是好人吗？他没有杀我们，刚刚是一个长得很可怕的人把我们丢下来吗？骂我们这个小猪。对，我应该录一下。好，我们进办公室看一下哦。如果是进得去的话，又是照片啊，都是那个什么。哇，厕所里面也有电池了，好，太好。都是那个这个精神病院的照片。为什么是前后没有人？然后每一台电脑上面都是要输入密码才能使用。有人啊！人啊，你是死的还是活的？我突然起来吧。没有东西，这么大房，哇，我太挤了。这房真的有太挤了。怎么搞的？对啊，水缸的技师他是好人吗？因为他没有把我们杀了，还帮我们。哇，这树木很吓人呢，给他随便种树木吗？好，夜视模式开一下角落哦。东西啊，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看哦。你先把这房间看一次，怎么样？你偷看？如果说我现在离开，是不是要重新走一次？可能是，因为你想说，啊，我今天晚上这里就好了。可是，哦，